户善是胡瓜的儿子，近期因参加节目《全明星运动会三》而打开知名度。日前他迎来27岁生日，邀请许多亲友聚会庆生。除了同期艺人胡祖威、王子等，该节目第二季成员燕柔中、红队经理果果等人也在现场，场面相当盛大且欢乐。其中格外引人注意的是，和他传出恋情的吴欣缇也现身祝福。在上传的合照当中，可以看见吴欣缇坐在他身边，展示了写着生日快乐的卡片。此前两人的绯闻传了数年，始终先称只是好友关系。这次双方罕见同框，马上引起热议。而胡诗安也在贴文中表示，自己度过了幸福的生日周，非常感谢亲友的精心策划以及众人的祝福。